是呢，狐狸眼球会转哦，然后它尾巴也会动来动去的。暴龙的特色就是它很凶猛，然后但是手很小只，但是它的大腿很强壮，这个就是暴龙。大腿很强壮是吗？这边是玩什么？这边是玩龙，我的大腿没有很壮。小朋友，你到哪里来了？小朋友在哪？小朋友有没有很多恐龙？你要照我的大腿。小朋友，小朋友，翼龙是什么呢？翼手龙吧。翼手龙。哎，小朋友变少了，小朋友变少了。Thank you.